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天津天海坐镇主场对阵武汉卓尔的比赛 TV 体育正在为您进行直播。天海目前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二，这是一场保级的关键战役。第一个镜头刚好是对准了李伟峰。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间歇期天津天海队内是有了不小的调整，原主教练朴忠军下课，李伟峰成为了球队的教练组组长，将来统领全队，看看他们能否完成保级大业。李铁最近的整个赛季的表现可以说相当的不错，在这个间歇期之前，武汉卓尔也是已经取得了一波三连胜，而且分别战胜的是鲁能、一方以及恒大这些颇有实力的对手。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为您直播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由天津天海在主场对阵武汉卓尔的比赛。本场比赛是由前国字号的后腰球员王洪亮指导，和我陈伯仲为您带来直播的解说。亮哥你好。大家好。那么这两支球队其实从现在的一个情况上来讲，武汉卓尔这个赛季作为升班马，最初的目标肯定是定位于保级，而这个赛季其实总体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目前还可以排在积分榜的前六位。而天津天海因为这个赛季之初原先的这个权健集团出事之后，这个赛季一直是处在动荡当中，现在积分榜只有倒数第二的位置，而且关键是一个赛季用了四人教头了，从沈祥福指导从最初其实应该是最初的这个崔康熙，最早说是崔康熙，包括到后面沈祥福指导朴忠军，再到现在的这个李伟峰。对，确实呢，对于天海这支俱乐部来说呢，今年的这个成绩呢，确实也我感觉是在球迷的意料之外的。因为他的人员整个的配置，你看队中也有国脚对吧，也有我们说在中超那个历届赛事里面的这些我们说很优秀的外援，但是呢现在关键的问题呢，其实呢他的防守的问题呢是历届教练来说的话我感觉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还好呢现在刘伟峰指导呢，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是我们说我们在全国范围来说最好的这个中后卫之一，不知道他的这个接手之后会不会给天海带来一些后防线的改变。没错，那也来看一下本轮中超的对阵情况以及截至到目前为止的中超联赛积分榜。那么我们看到同一时间段，除了我们这场天津天海对阵武汉卓尔之外，天海的保级直接对手深圳佳兆业将面对的是广州恒大。对，所以就这个轮次来说，如果天津天海可以抓住的话，那么是可以稍稍的逃离一些降级区的，毕竟我们说深圳要赢下恒大的这个概率是会比较小一些啊。对，而在明天还有广州富力在主场对阵山东鲁能泰山，北京中赫国安和上海上港，这会是一场巅峰对决啊，焦点之战。同时在10月20号还包括有天津泰达对阵北京人和，一个小京津德比，上海绿地申花对阵大连一方，这是崔康熙面对旧主的比赛，江苏苏宁易购将在主场对阵河北华夏幸福，而河南建业将在主场对阵重庆斯威。而在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卓尔目前排在第六的位置，落后于江苏苏宁易购三分，领先于大连一方也是三分。作为一支升班马可以排到这样的一个名次，必须要为李铁的执教以及武汉卓尔这支球队这个赛季的表现去点一个赞啊。是。而我们再看到天津天海目前在积分榜上跟深圳的这个差距是摆在这边，那么目前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所以对于天海来讲这场对阵卓尔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那通过对阵跟积分榜也是简单的看到了现在的一个中超大势。那么其实天海在这个间歇期的一些动作是值得来聊一聊的。朴忠军下课，战绩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同时我们从各大媒体上也能够看到，似乎队内的这个更衣室关系不是特别的和谐，甚至有些媒体用了众叛亲离这个词。你包括像裴帅想要陪妻子去产检请假被拒绝，然后自己去啊等等的，就这样的事情就显得好像这个队伍内部不太和谐。但是李伟峰上任之后，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精神面貌的评价都还是比较正面的，觉得他把这些关系相对理顺了一些。对，之前呢整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球队也是比较动荡的，嗯，但是呢现在呢李伟峰指导上任之后，就像刚才博主说的，其实呢作为老大哥也好啊，作为主教练也好，甚至于说是作为这个管理层人员也好，他的这个情商的这个怎么去运用在这个更衣室内去把这个天平去放平，我们相信他的这个能力绝对是没问题的。而武汉卓尔这边的话，李铁其实这一整个赛季的执教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不管是队内也好，还是球迷也好，还是管理层也好。那我们也来听一下两位教练员在赛前都说了些什么。晚上好。晚上好。就间歇期回来，就天海的战术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不技战术，我觉得这个调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会在这个人员的这个使用上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也会把今天
我们也会把我们最近这个一周多这个训练状态这个态度好的球员放到今天场上。然后杨旭和杨俊胜也是从那个国家队回来了，然后他们现在状态怎么样？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出场？先从昨天晚上来看，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疲惫的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球战的这个欲望还是很强烈的。之前武汉卓尔是3连胜，然后但是一个月时间的间歇期，会不会对球员的状态有什么影响？这对于双方其实都是一样，是一个挑战。今年的间歇期比较多，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时刻了，我相信我们的球员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因为武汉卓尔现在积分已经是没有保级的危险了，那在后面的4场比赛中您有没有什么安排或者是目标呢？我们对待每一场比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争胜。对，其实接手球队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对于李伟峰来讲，想要在技战术层面去做特别大的调整，显然时间是不够的。但是呢，就看看说能不能在队内关系相对理顺的情况之下，让这支球队在比赛场上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因为毕竟啊，有的时候在场上的一个精神面貌会决定比赛的成绩的啊。对，确实的，这个就像波泽刚才说的，包括两位主教练刚才的这个采访，其实看得出，作为这样的一场比赛来说的话，对于他们俩。我们说当然现在是转型了，但是对于他们在球员时期来说的话，这样的比赛其实对他们，你从他们面部表情看得出特别的淡定，所以说呢，他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心态和心理去梳理好的话，可能特别像对于我们说天海这边来说的话，可能这场比赛坐镇主场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是，而对于武汉卓尔来讲，其实这个赛季能够拿到第六的这样一个成绩啊，目前为止排在第六，主要也是源自于他们的防守。武汉卓尔的防守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武汉卓尔是打进32个球，丢了31个球，在中超的16个球队里面，32个进球只能排第11，证明他们的进攻能力比较缺乏。但是31个丢球，这个丢球数是可以排在前5的，这就证明了武汉卓尔的防守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场比赛面对着有杨旭啊，有阿兰啊，有这个雷纳迪尼奥等等的这个天海，看看武汉也能否在客场把他们的防守的特点继续体现出来。那现在让我们去到比赛现场。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球迷已经在看台上做好了准备啊，将要为自己心爱的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么天津天海在这个间歇期之前啊，其实是连续5场比赛不胜啊，战平上港，战平重庆，战平申花，然后输给了富力，输给了国安。天津天海上一次取胜还是7月28号，当然那场胜利还是蛮重要的，是天津德比战胜了天津泰达。而武汉卓尔的话，在8月10号输给泰达之后是一波3连胜，而且我们也提过这对手都很强啊，赢了鲁能，赢了一方，还赢了恒大。对，所以在经过一个间歇期之后，对于天海来讲是需要去把状态拉一拉，对于武汉来说呢，可能是需要保持一个足够的稳定啊。对，刚才包括像李伟峰指导也说了，队员感觉到身体情况都是比较疲劳的，因为对于半路接这样一支球队的话，因为整个的准备期和间歇期啊不是他来梳理和训练的，所以说队员的身体情况是他现在不可控的。但是他也讲了，这个队员的这个球战欲望还是在的。对，而在武汉卓尔这边的话，李铁说了，这个间歇期先给球队放了个小假，需要劳逸结合。放完假回来之后啊，又认认真真的针对这场比赛做了备战，说大伙儿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天海的球员陆陆续续从通道里面走出来的镜头。杨旭在之前的国家队比赛日，在面对关岛的比赛里面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他现在可能是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说在天海这边国内球员里，他是最关键的。是，而且他也是天海仅有的我们说中锋类型的球员。对，因为你无论阿兰也好，雷纳迪尼奥也好啊，这些球员其实更多的还是以速度、以脚下作为自己的特色。要承担支点作用的话，翻看天津天海的花名册，还真就是杨旭比较合适。对。好的，现在双方的球员正式的登场。天津天海这边是身穿红色的球衣，而武汉卓尔这边则是白色的战袍。相对于卓尔的兵强马壮来说，天津天海在阵容方面还是有一些损失的。
莱昂纳多在赛前的训练当中传出受伤的消息、嗯、其实这一位新外援对于天津天海在进攻端还是很有作用的。对，那他的受伤毫无疑问对于天海在进攻端是一个影响。对，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克拉滕伯格。其实卓尔作为升班马、啊、在今年的5月25号啊，双方的首回合交锋当中，当时武汉卓尔已经是在自己的主场战胜了天津天海，而且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赢得也算是酣畅淋漓啊。第18分钟巴布迪斯唐就进球了，第79分钟埃弗拉是帮助武汉卓尔扩大了战果，而天海是直到第95分钟雷纳迪尼奥才打进了一个挽回颜面的进球。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水滴体育场今天其实蛮空旷的，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可能也是天海的战绩关系上座率很低啊。奏唱国歌的仪式结束，比赛是即将要开始，现在镜头也是对准了阿兰。而就在这两天，著名的足球记者白国华老师又爆料了，说包括阿兰在内啊，阿兰然后高拉特、费尔南多、阿罗伊西奥据说已经是拿到护照了，明年可以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啊。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武汉卓尔这边16号董春雨、3号刘毅、5号韩鹏飞、10号巴布迪斯唐、11号周通、15号明天、17号埃弗拉、18号宋志伟、20号李航，然后还有26号的刘云、25号的姆比亚。那么从武汉卓尔的这个阵容来看，还是要看一下他们到底打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因为这个赛季这两个体系武汉卓尔都打过。那么关键就看周通的位置，如果打三中卫的话，那么刘毅也是打一个盯人中卫的位置，周通打左翼位，如果打四后卫就是周通顶上去打左边锋，刘毅拉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对，这两套打法武汉卓尔这个赛季都用过，所以要通过比赛再来看他们今天在场上具体怎么来战。这是在赛前跟博州一直聊的啊，两名主教练都太有渊源了啊，所以说看看吧，今天这场比赛啊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友好的意思在里面啊。说到两位主教练的渊源，李铁、李伟峰，这不光是曾经在国家队并肩作战，在埃弗顿还是并肩作战的， 对吧。再来看天津天海这边，门将是20号方敬奇，其他球员包括4号宋朱勋、5号张成林、7号阿兰、9号的这个杨旭、11号的雷纳迪尼奥、16号郑达伦、17号张小斌、25号米浩伦、18号张成、26号廖立生啊，这是天海的阵容，其实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4231的阵容体系。米浩伦、张成左右边后卫，宋朱勋、张成林中卫，张小斌、廖立生打后腰，前场雷鸟、阿兰、郑达伦、杨旭。对，这样打的概率会相对大一些啊。当然，具体怎么战，我们还要通过比赛来做一个验证。这边镜头是对准了刘学宇，这是代理主教练，但其实教练组组长是李伟峰，包括赛前新闻发布会也是李伟峰出席的，赛前接受采访也是李伟峰去的。这个因为是李伟峰指导呢，目前还没有学到这个职业级的关系，对啊，这个也很正常。没错，因为这个担任职业球队的这个教练员，中超、中甲、中乙，这个中国足协其实对于主教练的这个职级、教练证的这个职级，它是有相关规定的，有一定要拿到职业级才可以。镜头依然是对准了杨旭。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李伟峰还就是带着杨旭出席，而且杨旭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换帅了，从国家队回来之后回到球队感觉到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好，伴随着格拉滕伯格的哨响，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哎，从武汉卓尔现在这个站位来看，似乎三中卫的概率大一些啊。
那如果是三中卫的话，那就是三名中卫是刘毅、姆比亚以及韩鹏飞。对，十一号周通是打左翼位，十五号明天打右翼位。是的，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站位。防守的时候就会形成五后卫啊。嗯，但这个呢，其实我们说了，在整个职业联赛里面，特别是我们中超这个级别的，打三后卫的，其实还是算挺冒险的啊。嗯，球进去，嗯，传球的质量一般呢。那这样的一个球，看怎么直接打到这个身后的话，三后卫的这个盯防两个前锋啊，他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嗯，镜头是对准了米浩伦。米浩伦在朴忠军执教时期也是一度被下放，一度没有获得什么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当朴忠军下课，李伟峰回来之后，回归到教练席上之后，尽管一开始他有说啊，说这个还是处罚还是要延续，原先的规定还是要执行，但是我们看米浩伦这已经回到了首发阵容里面了。这个新帅上任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都会让我们说队中的一些队员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变化。嗯，这个都是很微妙的啊。嗯，但是我们说了，换帅如换刀啊，看看今天天海这边的表现啊。哎，武汉卓尔前场断球之后开始发动进攻，从右边路来走，外围直接打，有点盲目啊。没错，这一下其实可以，我们说再转过来啊，换一边再继续推进。队长李航，镜头是对准了李铁，我们看到李铁这还穿着羽绒服，证明现在天津当地的气温啊已经比较寒冷了。是，李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他的类型啊，身高这个身形来说的话，可能跟李铁知道有点像，但是他在场上的这个能起到的作用，跟之前我们说了跑不死的李铁啊，这个肯定还是不一样啊。郑大伦回做一下，没有拿好，杨旭这个球并没有拿好。你看姆比亚这下就比较聪明，没有贴住他，对吧？但这种呢，其实防守方式呢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嗯，如果这一下杨旭是能把球很完全的摘下来的话，马上转身，这一下就会有很有危险。是，送出去给到门将方静琪。哎，还不错这两下啊。这一看心态很好。是，方静琪也曾经是九三国青的主力门将啊。这边天海来发动进攻，球没有给好。嗯啊，二点翻墙不错，到左侧阿兰再传中间，韩鹏飞也是刚刚伤愈复出。李伟峰，李铁，来看一下天津天海这一次的角球质量如何。其实这个赛季天海的角球并不多啊，总角球次数是联赛第二少的。来看一下前点，前点，没有蹭到，塞进去，再分过来，雷纳迪尼奥，对，看看他的左脚，第一下的摆脱还是蛮漂亮的啊。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他的左脚还是比较要注意的。埃弗拉反击，埃弗拉单兵突进，一对二，喊速度，再带，防得不错啊，这一下防得不错。哎呦，这一下其实中路回防的队员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其实这个球啊，力量要大点还是挺有危险的。不过刚才盯防埃弗拉的球员没问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对，两个人协防保护还是不错，一前一后。然后呢，迫使埃弗拉只能往边路往边路去。对，虽然说埃弗拉可能在速度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只要把埃弗拉起脚那一下的线路卡住，没错，可以了。就是他离门越远越好，越安全啊。姆比亚，董春雨，三号的刘毅，这边从右侧来踢，明天
天海的整个防守线提的还是蛮靠前的啊。天海这边感觉，我看的感觉像是3-4-3啊。杨旭在前面，雷纳尔一样和这个阿兰一人一边。哎呦，这球传失误，是有机会，哎，把比有大门漂亮，门将、这下方静琪啊，方静琪这下位置站得很好啊。周通吧，塞得很漂亮，一个穿裆。哇、哦，这一下啊，门将立功。这一下上抢的力量有点过猛了啊，穆比亚，穆比亚，这额头上还贴着这个创可贴吧？雷纳迪尼奥，他这个是任意球有一脚啊，他这个点还是不错。给到右侧。再给中间，呜，补得不错啊！这一下其实是有点晚了，但是还好这一下的启动啊，还是能够弥补。没错，18号的宋志伟。你看刚才这个两下啊，打喘气儿，这一下冲刺还是挺费力啊。没错，这边就郑大伦来。郑大伦，其实之前我是感觉明浩伦也好，包括郑大伦，其实他们在天天海这边。队中的这个我们说能力的体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对，非常有特点的球员。张成林这球应该是直接踢出了界外。张成林其实到了天海这边，其实我是感觉他没有完全的放开，还是有点束手束脚感觉。韩鹏飞今天也确实，这个从技战术这层面你看也是挺有意思，都是三后卫啊。对，就本来以为天海会不会打四后卫，但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三中卫体系，就是张成、宋朱勋、张成林是三个中卫，明浩伦和郑达伦是两个翼卫，对，然后张小斌、廖立生是两个中前卫，对，前面杨旭居中顶在最前，两侧阿兰和雷鸟，对。但是感觉到这双方虽然说都是三中卫，但是每支球队正好有一个边是相对更侧重的，像武汉卓尔这边其实左翼卫周通因为是边锋出身，所以他会压的其实更靠上一些。 对，然后呢天海这边呢刚好还是右路来对，因为右边的郑达伦他是进攻能力比较强 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压的更加靠前一点。TV 体育的各位球迷，本场的第15分钟，苏宁超市将为大家送上一波红包雨，请大家关注 TV 体育 APP。 其实武汉卓尔今年他其实在中后场啊，其实还是比较我们说防守，就像刚才博主说的这个数据中啊，这个我们说丢球很少。他的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说他的表现是后防线比较稳定，靠这个以这个穆比亚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后防核心，然后呢中方的球员呢其实呢在中后场的传接球倒就是抢断，就是由守转攻这一下他丢球的次数比较少，对，所以说呢他就是能够体验得出他这个后防线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的这个顽强。如果你抢断次数很高但是你马上又丢，这个就是非常会很累啊。而且武汉卓尔这后防线处理球是比较干净的，对，他这个中后场还是有传接有梳理的，并不是说我们说传统意义上抢完就是一个大脚啊。你看他整个的队形收的都是很靠后的情况，对，天海短传渗透不了了，只能试试看长的。啊，这边我们看郑达伦压得非常靠上，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双方在进攻端各自有一条边的这个边翼位，其实会像边锋一样整个顶上去的。而且巧了，你看这边也是11号周通，就是周通跟郑达伦两个人在这一侧会直接交锋，周通带了老半天来了一脚远射。其实这一下你看刚才应该是这个张小斌过来吧，应该是帮忙，但是这一下其实是帮倒忙。其实前面郑达伦，你看郑达伦是在让他不要过来的，对，你看其实是他是占优的啊，
所以说这个还是说场上这个电光火石之间这一下的这个肢体语言也好，沟通也好，对吧？还是说两个人不是很有默契？对。但是这一下就像刚才博主说的，你这个郑达伦顶那么前面，周通也得回啊，你也不能不回啊，对吧？所以说今天这两个队的两条边四个队员消耗今天应该是最大的啊，尤其可能就是周通郑达伦这一次，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一次我们看到两个人直接对了很多次，要么是周通压上去，要么郑达伦顶上来。对，而另外一边除了刚刚开场一两分钟天海有一次左侧的传中没传到，那是明浩伦传的，之后明浩伦就没怎么上来过。而同样卓尔的右侧明天我们也很少看到他会压到比较深的位置。对，这球吹了天海的犯规，杨旭。杨旭今天目前看来这十来分钟啊，感觉还是有点疲劳啊。对，确实有些疲劳。杨旭这个宋志伟，对，你看他这个转身来回这一下，人的身体还是比较飘，这个确实也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他是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下杨旭跟阿兰啊，对，这就是说他对这个感觉啊，并不是说特别好。思路是对的，对吧？是。没有吹，张小斌。张小斌这边也是这个脚下还是比较慢啊。几下差点都是。要被断。明浩伦给到杨旭，再拨一下，想找阿兰，看速度，韩鹏飞先卡位置。这一下因为阿兰的这个转身，就是说再走这一下，他可能一开始的欲望并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呢，对于中锋杨旭这边点来说，这个支点要不就是拿球转身，但是正常情况下，对方后卫逼出来的话，直接是分，这个是正常的啊。但是其实刚才那下还是这句话，今天其实武汉这边的三后卫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不是说很紧，他完全有空间和时机可以转身的啊。廖立生，张成林，看张成林到这个位置来对巴布蒂斯唐有犯规，这就是我们说天海在防守端相对武汉卓尔来讲，天海的防守线是踢得更靠前的，对，一定程度上是在用高位逼抢，而武汉在防守端呢，他可能还属于退回来摆好阵势。是的，廖立生把球截下来，阿兰还是接应的点还是少啊。对，你看晃了几圈都没有人来接。雷纳迪尼奥，你看这边过来也没什么用，我们这个场景里看到就是二队要二队四了，就等于不算那个后腰的话，对吧，就不会有什么很好的机会。雷纳迪尼奥脚下的拿护球能力是真强，这边再给阿兰打一脚，漂亮，有一个小折射，但是门将董春雨的反应也相当的迅速。就这个球我们就能看到，对于天海来讲，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这两位外援的个人能力。对，像这个球就是雷纳迪尼奥跟阿兰两个人通过个人能力摆脱防守球员之后去寻求的配合。没错，董春雨埃弗拉第一下其实自己球停得不好，对，但是他还是能给摘回来啊。后续的反应真的是厉害啊！再分到左侧，那周通上来，起传中奔着后点去，路线和分量都还是不错的啊。另外一侧再做传中，宋朱勋先把球给顶出。
啊，这球没有能够形成反击啊。嗯，但是看得出武汉的反击确实要比天海这边要来的更加的，我们说犀利一点啊。嗯，因为武汉这个赛季其实就是靠防反来立足的，先稳定住自己的后防，然后在前场利用像埃弗拉这样的速度型球员的这种个人的冲击能力，去对对方的防线去发动攻击。嗯，这样的外援其实确实是我们说很实用啊。嗯，吹了张成的犯规。没办法，现在害怕呀，万一再一转身一突破，你这速度又跟不上。对，所以还不如在身前我先给你先掐断啊。对，而且这个犯规地点还是比较远的距离，球门哪怕是个任意球你也是慢慢来寻求配合，你没有办法形成直接攻门的，因为这距离还是我们看还是蛮远的。莫比埃上来了，26号的刘云来发这个球，抬起来，阿兰反击，漂亮，给到雷纳迪尼奥，左边，对，杨旭跟上这个速度还是慢了点，对，雷纳迪尼奥只能自己来，但是这个脚下是真的细腻啊。武汉这边已经有将近8名队员回来了，这个回防速度确实很快。对，米浩伦强行起身，点很好，漂亮，这球传的正好，没错，这样的一个恰到好处的传中球，让阿兰轻松地把握住了机会，帮助天津天海在第17分钟的时候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呢，其实也是找到了三后卫的一个我们说最大的一个盯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光看球不看人。嗯，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四后卫的话，那2名中后卫就是很简单，就是看着我身前的人。但三后卫又不一样，你看这样穆比亚就丢，把人给弄丢了，对吧？就是说三后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误解和误区呢？就是在一个很我们说精神很集中的情况下，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他，这个人可能是他。这个就是防守加一多一人的话，大家就会这样的误区。所以说呢，如果就是两个中后卫，我们就很清晰，你盯他，我盯他，是吧？而且阿兰刚才就是跑了、这个、对，他这个位置真的要得好，跑了正好是边翼位跟中后卫，对对，这个空当的位置，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还是能力啊。PPTV 的各位球迷，本场的第25分钟，苏宁超市将为大家送上一波红包雨，请大家关注 PPTV APP。你看阿兰和这个雷纳迪尼奥，他们俩都会有时候会互换。嗯，相对而言呢，有一人换一换去靠近这个我们说杨旭啊。是，这会儿已经是阿兰往中间靠的多一点了啊。张晨这个是长舒一口气啊，是，这个本来还想了，就是埃弗拉再要冲我这怎么办、是不是还好1-0领先了，心态上可能就能有一些缓和啊。嗯，而且你看从刚才阿兰过来之后啊，跟李伟峰的一个拥抱，这就看得出刚才不是你提到的、更衣室现在说明，对对吧，李伟峰知道肯定还是控制的不错、是把队内关系理顺了，然后就大家的精神面貌啊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进步。而同时在另外一片场地同一时间段开赛的比赛里面，恒大领先着深圳，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天海领先，那边恒大领先，那实时积分榜的话天海应该是已经超越深圳，暂时是离开了降级区了。是的，这头球顶的也好啊、而且我们看这个3名中卫集中在了一个位置，对，而且本来是应该是左盯人中卫的这个刘毅跑到了中间去，跑到中间去，而姆比亚还是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他没有退到刘毅那个位置，没错，就这一个交代不清形成的左盯人中卫和左边翼位中间这个空当，就直接对的让阿兰给逮着了。是的，武汉这边的进攻还是得注意这个埃弗拉啊、对，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嗯，
射门射正方面，目前天海是三次射门两次射正，武汉卓尔是三次射门一次射正。武汉这边后场来倒一倒。比赛二十分钟，也是提醒各位球迷 ，TCL 8K QLED TV 75寸加大屏音画专家。大脚开过去，这样的球其实没什么危险。我们看啊，两名队员要去攻这个对方五名队员。是，杨旭。刚才看他反击中从后往上追的这种势头，劲道是不错，但是这个身体看得出来，这头啊一直在低着跑，所以说明呢，这身体确实还是比较疲劳。是。而杨旭现在的这个求战欲望还是蛮强烈的。塞得不错。林这一下也是跟位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在整个身体的，我们说这个接触，刚才那一下的一个肢体一撞，这个手臂巴布迪斯昂这样一支，其实是影响到他了，对，对吧？刘云来罚这个球，比较高，这个落点。第一下宋朱勋先顶到，二点还是在卓尔的掌控之内，在禁区里面一片混战，巴布蒂斯唐的转身打门，被防守球员给封堵掉了。杨旭。打的是比较耐心啊，武汉这边还是丢球之后也没有说是很着急啊，是也是比较，我们说是在这个组织进攻这块呢还是比较耐心的。对，韩鹏飞直接送一个直传球，塞得很漂亮啊，但是队友感觉差呀，有些犹豫啊。天海今天的这种拼抢的积极程度啊，真的是有目共睹。对，这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啊。对，而且天海其实从进入到夏天开始啊，哪怕在朴忠军时期，他们的防守相比沈祥福时期也是有提升的。就是在沈祥福时期，天海的抢断次数在中超是倒数第二，但是呢，现在天海的抢断次数是全中超的第五位。就是从朴忠军时代开始，其实在防守端的拼抢这一块就已经有了更多的要求。那现在李玮锋上任之后，那他自己也是防守球员出身，而且球员现在精神面貌也更好了，那拼抢这一块自然是不用担心的。对，其实两个教练的这个风格应该都是偏向于先把防守抓实了啊，对，然后再去解决进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习惯打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风格。主要这两位教练员在球员时代各自都是顶级的防守球员，对，一个是当时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后卫，另外一个也是当时全中国最好的纯防守型后腰。对，啊，这个球其实真的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啊，在中超这个级别，你说这个也没下雨，这球给滑了，这个、是啊，很少见啊。这球要输了的话，回去李铁之劳得揪着这事，估计得说几天啊。阿兰自己再选择一脚远射，打在了防守球员身上。还是阿兰，
郑达伦。嗯，这下护球很聪明，嗯，没有很好的机会和点传球的点，索性啊把这个球摘到自己的身体能保护的区域啊，你看这一下马上转身过来先护住，谁要碰我就犯规， 对吧，周通就犯规了。对，这没办法，周通也快啊，收不住，但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啊。雷纳迪尼奥来发这个任意球，很不错啊，这个弧线相当之刁钻啊，张成林，但是我感觉像雷纳迪尼奥自己踢进去的，对，我也感觉是应该没有碰到吧，就是干扰。嗯，那张成林到底有没有蹭到，我们可能要慢镜头再来确认一下啊。哇，天海2-0啊，现在镜头又对着雷纳迪尼奥了。而且你看李铁哲老师很少有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这个你看这个还是挺淡定啊。这个，那现在镜头又是对准了张成林，嗯，所以到底谁碰的，看，哎呦，这个位置还不一定还很清晰，嗯，应该没有我感觉啊，嗯，看看这个，哦，一点点，大概真是一点点，真要蹭可能也就是鞋底挂一下，对对对，就是又没有，这个看又没有，这个真的看起来就真的说不准，就哪怕是张成林蹭的，这也就是轻轻擦了个小薄边。对对 对。那我们看到字幕版是把进球算在了张成林身上，对，只不过从刚才这个慢镜头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雷纳迪尼奥这球罚的本身很不错，嗯，你不管张成林蹭不蹭，这球其实它的方向都是奔着球门去 的，嗯，而且根源是在于说前点姆比亚没把那球拦下来，对，就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刚才说的，刚才这一下周通的犯规，嗯，啊，这一下其实还是郑达伦还是聪明啊。对，乐立生应该要吃牌了，嗯，这一下是没收住。对，再来看一下乐立生这一下铲的是够猛的啊，26号之间的 PK 直接是把刘云给铲翻了，而且关键是七伤拳啊，伤敌1000还得自损800，不光领张牌，现在自己也躺在草皮上了，嗯，而且克拉滕伯格也在和阿兰在和这个米浩伦在解释他这个判罚的理据，刚才从克拉滕伯格的这个肢体语言，这也是在说这个滑铲时候的整个动态啊等等，镜头是对准了张成林，廖立生累积4张黄牌，下一轮比赛将要停赛。哎，天海这边的队形明显收回来很多了啊，对，对吧？都回到半场了，因为2-0领先，而且踢了差不多要半个小时了，那稍稍的要把节奏放缓一些，立足好防守，争取上半场比赛至少这个2-0要能给他保持住。嗯，然后中场休息，他回去喝口水啊，缓一缓，下半场再继续。对。好了，梁旭，好球，这球有一个干扰，嗯，如果再高一点挑过去的话会更有危险，嗯，今天巴布蒂斯当拿球几次都不是很舒服，就完全都是要去用身体去够球啊，嗯，比赛30分钟，提醒各位球迷，逛超市上苏宁易购 APP， 好物不贵，送货快，苏宁超市为你挑好的。这下郑达伦的上抢被吹了犯规，周通
不变。换桌传接球又险些出现失误啊，就感觉天津天海的这种相对比较高位逼抢的防守态势迫使武汉在传接球方面的失误率增高了。对，好，现在是防守阵线是压的是很厚啊。对，要换了，武汉卓尔、宋志伟被换下，直接换上王凯，这也是在后腰的位置做了一个对位的调整。这也证明了李铁可能对于宋志伟之前的表现真的是不太满意啊。嗯，当然也跟这个2-0了啊，必须要有，所我们说作为主教练来讲必须得有一些改变啊。对，姆比亚，姆比亚的传球也出现了失误。嚯、哦、这一下动作够大啊。速度也不慢啊、王凯犯规了，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危险的。对，是雷纳迪尼奥在一路回追的过程当中在背后有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但你别说，今天阿兰也好，雷纳迪尼奥也好、其实伯仲你发现没，这个态度真好。对、哦、态度真的不错。所以我们一直说李伟峰的上任给到球队最大的帮助还是在精神面貌方面、对对，27米的一个距离，刘云来罚，奔着后点去，底下还是没顶出、这个点罚的不好，没有队员啊。杨旭，哎呦，好球，还能摘出来啊！邓达伦。但是中间啊，我们看中间没有支点了，没有接了，杨旭上不来，这时候，所以说要控一控。你看杨旭还示意要控一控，就证明杨旭的确是比较的疲劳。对对对。但说实话，这比赛你又不能没有他，毕竟他的支点作用都是摆在这边的。郑达伦的传中，姆比亚先把球给破坏掉。就天海到现在为止这34分半的这个表现啊，这让我想到了。武汉的主帅李铁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了，说其实天海是很有实力的球队，只是今年一些原因没有把实力完全展现出来。这是李铁在赛前发布会上说的话。那你从天海现在的表现来看，的确你无论是阿兰、雷纳迪尼奥这种各种脚下的这种感觉，那的确是比之前是状这个状态要好出很多来啊。对，雷纳迪尼奥，张小斌在做一个横传，外围漂亮，这个都是堵枪眼啊，打得也不错啊，是好球。小斌一波，张成林上来护啊，这一下再要加速，纵深这边没有距离了啊，没有空间。但要知道张成林今天的位置可是中卫啊，中卫都已经压到这个位置了，你证明今天天海的整个的阵型还是比较前移的。对，就是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比较大胆的啊，对，还是敢上。而且防守的时候
基本上从这个中圈位置就要开始施加压力了。嗯、对，你看，那一到中圈这边，马上就开始施加压力。他的这个压迫就是完全在就是过了中场啊、嗯，前面我不抢你，对吧？对，你进来，那我对你的这个压迫性就大了。是，没有机会。纳伦。但是今天天海的球员拿球之后很敢做动作，就每个人都有带球向前冲的欲望，没有包袱，嗯，对吧？放得很开。周通吧，嗯，孟大伦，哎呦，这一下，李铁，法腾伯格也是过来看一下。嗯，天海这边把球踢还给武汉卓，穆比亚。刘毅，但是中间你看，中间这块深度就是说距离啊，嗯，后场和中场这个中间人太少了，就李航一个人，嗯，你看接球的点，你看这边基本上都是天海的球员，没错，那你这个球你说能顺利摘出来还是挺费劲啊，没错，要不长传，对吧？你看这一段是吧？中间点太少，对，可以拿一下啊，不着急。梁旭，米浩伦。哎呦，这一下，这就跟碰碰车似的啊！其实苗晓伦脚下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干净啊。是，但是这一下其实导致对方一个这样的一个犯规，其实他已经成功了啊。是，那这也是我们说的，今天天海谁都敢拿球往前做动作。我们现在看到过阿兰、雷纳迪尼奥、郑达伦，那现在苗晓伦也有，包括杨旭也有，杨旭也有，是。哪怕张成林之前也是、嗯、对吧，都准备要对加速过人了。是的，这个态度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非常少见的。任意球开起来，点还是不错啊、嗯、还是能找到自己的同伴。就是反抢成功，天海现在愈战愈勇，张小斌把球给了杨旭，原地直接来了一脚，对，也是赶紧跟队友打个招呼啊。其实你看雷纳迪奥已经差了，可以塞一下、啊、对，但其实杨旭这球打的质量也还可以，其实也没有偏很多，对，质量不是很低啊。嗯，哎，杨旭，我感觉应该是不行了，对，疲劳作战，对，这应该感觉像是肌肉的一个痉挛啊、嗯、这种感觉，这应该是你看李伟峰知道这下确实心想说哎呀糟了，这可如何是好呀、嗯、是因为整个
天海的大名单里面只有杨旭这样一个中锋类型的球员啊。对，而且我们说就拿咱们全职业联全国的这个职业联赛来说，像他这样的中锋的这个确实也是人员也不是很多。没错，其实在就本赛季的这个头球争顶的这个排行榜上，杨旭是排在中超的第十位，而且是国内进攻球员中的第一位。对，你说跟他要稍微像点的要不董学生，对对吧？对，但能力上那杨旭肯定要比董学生还是好处不少的。哎，对对对，是，对吧？像在这争顶榜上，其实基本上都是外援。就国内球员前十的只有三个，一个是任航，一个是郑凯木，一个是杨旭。而任航、郑凯木这俩都是防守型的，只有杨旭这一位是进攻型的球员，是纯中锋。对，所以你就能看到说，杨旭在国内的进攻球员啊，当中，在国内的中锋球员当中，这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对。控球率上尽管是武汉主尔占优，但其实武汉主尔的很多控球都是在中后场这样倒。嗯，真的到了，对，到了天海的半场，对，他就没什么玩不出花样来了。是的，我们看都是这样的倒，天海的整个防守线稍稍的上去给点压迫，武汉主尔就只能接着倒，都是横向啊和往回，中路的渗透不多，你看，要不就没机会了，就抡一脚。哎，你别说，打得不错，打门不。这还真就是埃弗拉个人能力的展现。再来看一下，一对一先传开了张腾，但这一下还好是张成林有一个干扰啊，他不然的话可能打得更舒服一点。对，埃弗拉身体素质好，第一下扛开张腾之后，马上就能创造出起脚的空间，而张腾是跟不上他的节奏的。杨旭，抢得不错啊，前场。哇，这身体对抗是，对周通还是应该撞不过的。哦，这一下回做啊。踢在脚后跟上，哎，这球传的，让两个人进攻的跑穿插的队员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对，最后周通这手是肯定觉得我的，是不是？就当你给我吧，是不是？就这个路线给的不够清晰啊。穆比亚，你看都是往前要球的，要插的，没有接的，对吧？你给传球的人很难去处理。哎，这位失误，雷纳迪尼奥。周通，周通又压上了。横向的多啊，向前的不多。那天海在防守端的这个压迫性还是蛮强的。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间隔不多啊，也没有什么很打断比赛节奏的这样一种事情发生。是，就是像杨旭啊，包括之前这个廖立生啊，这有受伤啊，治疗耽误过一些时间，还是比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啊。对，其实这也是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就这个赛季的这个中超球队的净比赛时间排行榜，武汉卓尔排第二，天海也可以排在第六，就证明这两支球队的比赛其实一般都还是比较流畅的。对。反击，阿兰还是两名外援和杨旭啊，三个人。
啊，这个球传球不是特别好。巴比斯汤再分又被断，杨旭的积极回防、嗯、啊，又是自己一个人的这种单兵突进模式，对，要吃牌了。嗯，要知道这个赛季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天津的这个就天津天海的尝试突破次数以及成功突破过人次数这两项数据都是中超的倒数第四、嗯、但是就这个上半场你能看到多少次球员在尝试突破，而且包括阿兰也好，雷纳迪尼也好，他们的这个突破成功率还都不错，对吧？这就能看到球队可能之前突破效率低，一可能是教练的要求，二也是说球员自己愿不愿意多冲两下。没错，哇，人球分过都玩上了，郑达伦，你刚说完对、啊、这边又来了啊、嗯！所以这就证明之前天海的这个突破效率低，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对，格拉特伯格也是吹哨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天津天海在主场精神面貌果然是不一样了啊，换帅换刀，目前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来访的武汉卓尔。上半场的比赛应该说天津天海的整体的表现啊是要比我们原先看到的天海要好了太多太多了。对，确实呢，整个的精神面貌这块来说的话，包括我们说求胜欲望，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不过呢，这个问题虽然是处理的不错，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到，你看刚才杨旭的这个伤病的一个情况、嗯嗯、这也不是伤病嘛，这也是一个疲劳，对吧、嗯、整个的一个疲劳，然后看看他到底能否能够顶住下半场，对吧、嗯、如果杨旭发生了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就像刚才博州在赛中说的，对于李有峰指导这来说的话，其实板凳这块能用的人其实也并不多。没错，而武汉卓尔的话，上半场比赛尽管还是想要去打防守反击，而且整体的阵型回收的还是比较靠后的，但是关键问题是面对着天津天海的高位逼抢，武汉球上不去，就导致了他们一直是在一个被冲击的状态当中、嗯、一直在被对方进攻，那百密终有一疏啊。对，确实呢，整个的其实上半场对于我们说整个啊，我们说李铁知道、嗯、这个技战术其实就像刚才博主讲、嗯、没什么问题，还是着重于打这个防守反击、嗯、但是问题是呢，整个的我们说这个在心态方面、嗯、这两支球队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武汉这边呢可能心态更好一点，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没错，那么接下来请收看由苏宁小彪洗衣机为大家带来的半场。好，我们跟随着镜头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开局啊，两个队啊，其实看得出还是天海这边的队员还是说是这个想拿下比赛的这个欲望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对，不过这边的一个其实失误给到了这个巴布蒂斯昂的机会，但没把握住啊。邦尼奇这下站位不错啊，对，你看也没动啊，这一下本能的这么一挡，打太正啊。是，马上这边缓过来以后啊、嗯、阿兰这边，这就是阿兰跟雷纳迪尼奥两个人，雷纳迪尼奥先是自己突破，突破完之后再给阿兰，对，阿兰在自己带球甩开防守球员之后完成了射门。对，这个球就是抓住了三后卫的一个盯人、嗯、我们说盯防看球不看人的一个问题， 对， 对吧，而且刘毅从后面也跑到中间去盯着，是的，但摩比亚呢又没退回来。没错，我们看刚才去盯杨旭的是这个三号的刘毅，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在换位之中啊，如果遇到没有呼应的话会很危险啊、嗯、对，而且这个球再看一下，其实那怎么说呢，在门将面前落一下、嗯、弹一下地其实是很困难的，是，再加上就是博超已经讲可能张成林的鞋钉稍微的蹭到了那么一点，对吧，所以说这一下其实还是说雷纳迪尼奥的定位球厉害啊。嗯，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其实跑动距离方面双方相差无几，传球次数和传球成功率看似都是武汉卓尔更好，但是这个传球次数多包括成功率高是仅限于你在中后场，中后场你本方三个后卫之间倒来倒去，对吧？所以所有跟传控有关的数据，有的时候你要去分析这个数据怎么造成的，那是你后场倒脚的。但是我们看射门，天海八次射门，三次射正，武汉只有五次射门，而且只有一次射正。那唯一的射正就是巴布蒂斯唐开场的那一脚，所以就能够看到今天天津天海是打得更有效率的一方。对，确实呢，整个的这个上半场我们也看到了，包括数据体现的，其实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两个队的上半场发挥的这个整个情况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呢，问题还是在于，虽然是两球领先，还是问题在于，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杨旭会有伤病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接下来怎么变，可能是天津天海这边一个大的问题。是，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再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天津天海在主场来对阵武汉卓尔的比赛。下半场即将开始，上半场比赛天海2-0领先卓尔，而且上半场比赛天海的表现的确是让我们刮目相看，非常的积极，在防守端他们的高位逼抢，给到了武汉卓尔足够的压力，而且天海球员就上抢的这个动作，你就能看得出来是很拼的。而在进攻端，可能之前的比赛当中不太能够看到的这种单兵突进，本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多次球员自己拿球之后有这种表现的欲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积极非常明显的改变。好，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好，这边杨旭就是直接把明天的球断掉，外围来了一脚护球，这球打得漂亮。当然董春雨扑的也很精彩，扑的也漂亮，但这种球啊表演性质多一点。哦，打得不错，扑的也好。那刚才这个机会是杨旭自己创造出来的，基本上整个的打法和阵型没有变啊，对，但是杨旭可能稍微的收回来一点啊，阿兰顶到前面去了，对，当然了，他们三个人都有轮转啊。卓尔的球现在就是送不上去，刘云。杨旭尽管已经比较疲劳了，但是杨旭还是每球必争。对，看卓尔这次在右侧，刘云，继续倒脚，刘云，到深度的这个区域就变541了啊，还是比较清晰的。埃弗拉看个人能力，再想往中间给张腾林，先把球给破坏掉。应该是张小斌啊，张小斌这边有故意撞人。郑达伦，黄牌一张，警告三号刘毅。
哇，这一下还是故意的啊，嗯，这给黄牌没问题。郑大伦被撞的这下挺闷的，一直倒在草皮上。其实这个赛季郑大伦打的位置也不少了，打过四后卫体系中的右边后卫，三中卫体系当中右边一位，同时四后卫体系里面他也打过所谓的右边前卫，也打过他后腰，也打过，也体现出这名球员真的比较的全能。嗯，其实李玮锋上任之后还说过一句话，他说短时间内啊去改变球队的技战术体系肯定不现实，但是要把最好的球员放到他们最熟悉的位置上去。而同时我们看到雷纳迪尼奥被换下，换上八号姚军胜，他应该是上半场的那一个拼抢那一下啊，嗯，应该坚持不了了，嗯，可能还有一些受伤的情况，所以换上姚军胜。而雷纳迪尼奥被换下，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说莱昂纳多受伤带来的一个问题，嗯，就导致你现在哪怕一个外援有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进攻端对位去换另外一位外援，因为你莱昂纳多伤着。对，这样的话姚军胜他是顶在前面了，其实廖立申也可以往前顶一顶啊，嗯，只是比较可惜啊，莱昂纳多受伤。因为其实莱昂纳多在来到球队之后的给球队的帮助是很明显的。嗯，就在莱昂纳多来到球队之前，天海的射门射正次数都是联赛的倒数第二，莱昂纳多来了之后，现在射门次数已经到第八位了。嗯，包括被对手犯规次数，莱昂纳多来之前天海也是倒数第二，现在是正数的第七。嗯，这就证明莱昂纳多的到来在进攻端带来了更多的冲击力，对，也为球队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机会。是，结果今天他一伤，现在雷纳迪尼奥也被换下，所以之后的这四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对于天海的进攻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就需要姚军胜去承担更多。漂亮，哦，这一把真漂亮，阿兰有没有先进过来打门，哦，姚军胜这球没进，李玮锋想，天哪，这是什么事儿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阿兰是观察了一下，传得非常漂亮啊。姚军胜这球打不进，应该是比打进难吧？应该对。这球我觉得换成已经退役多年的前国字号后腰王洪亮，应该也是十拿九稳吧，亮哥。啊，这个球啊。就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还说莱昂纳多不在，你现在只能换成姚军胜，这个对于球队的进攻可能有影响，可能需要姚军胜去承担更多，然后就这样的机会被浪费，这真的很可惜呀，啊。这个其实我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嗯，其实还不如让廖立申往前靠呢，嗯，真的，这球给廖立申应该就进。看一下逃过一劫的卓尔，接下来怎么来踢，因为如果刚才那球进，现在变成零比三的话，嗯，这个比赛对于卓尔来讲就很难办了啊。对，这落后两个你这还不是不能追，落后三个你这难度完全不一样，而且心理层面也会不一样。没错，而且卓尔这边感觉踢的就是还是比较淡定啊。嗯，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球迷，本场的第60分钟苏宁超市将为大家送上一波红包雨，请大家关注 PP 体育 APP。 有力，嗯，阿兰，我们看阿兰刚才等于是三个人在包夹他，但是呢没有人敢轻易的对他形成一个压迫，因为呢也怕犯在这个位置犯规啊。对，其实现在换上姚军胜可能也是李玮锋啊还是希望锻炼一下年轻人，嗯，因为同样说在进攻端板凳席上还有
王小龙和孙可。对，那这两个人都名声在外了，成名多年，在边锋的位置上的能力大家也都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真的要说纯对位的话，王小龙跟孙可其实跟雷纳迪尼奥的位置会更好对。对，应该是个角球。连换两将，连换两人，拉斐尔也是要登场亮相，而周通是被换下，同时还要上长菲亚，这是连续在进攻端来做调整。长菲亚登场换下周通，所以要看一下，就长菲亚是打左边翼位，还是说变阵四后卫长菲亚顶上去？对，我感觉应该是四后卫。而拉斐尔的登场替下的是，除了开场五分钟抡了一脚之外，其他时候乏善可陈的巴布蒂斯塔。那是在进攻端连换两将，这也证明了武汉卓尔还是很想进球的。对，不甘于说在客场就直接这样输，还是想打出些内容。再结合到上半场比赛就已经用王凯换宋志伟，等于54分钟卓尔把三个换人名额全用掉 了。杨旭其实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他没有看到姚金胜的跑位。对，啊，对，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小斌、刘云、杨旭，这三个人纠缠在一起。换人之后的卓尔应该是要进一步加强进攻。犯规方面10对9，左边路看传中质量，到中间埃弗拉没球停得不好啊，没停好，抡空了啊。刘云这球也没停好，啊，这些细节都做得不够好。是，苏宁小标蒸汽洗烘一体机，洗衣蒸功夫，集烘更便捷。阿兰倒地，姆比亚这也是蛮拼的啊，手上应该都有动作。对，周二的球，天海又是稍微逼抢，把球断了下来。哎，这一脚失误太多了，是姚军胜上来明显这节奏没跟上。而且姚军胜之前也是有跟随国奥去踢比赛，所以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应该也不算特别好。现在这样踢，这个阵型就很明确了，532啊。对，现在天海前场就是阿兰跟杨旭两个人的组合，姚军胜也是在这个前卫线上。对，并不像之前雷纳迪尼奥这样是顶在锋线上。卡特伯格示意，好球啊！哦，补射球进了，2-1。那这样的话，其实这比赛之后还有的踢，因为离比赛结束还有个30多分钟的时间。埃弗拉，武汉球迷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米浩伦，你再来看一下啊，米浩伦这一下倒地之后，格拉滕伯格是示意比赛继续。其实这球方静琪已经扑得不错了，是因为打得很隐蔽，嗯，而且有一个在面，嗯，守门员前面有一个弹地啊，只能说在远端的盯人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嗯，埃弗拉因为射门的时候是处在无人盯防的位置，这个呢其实也是因为刚才那一下两个人碰撞之后啊，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在那个身上，嗯，对，就没有再去注意说跑位啊、盯人啊这些。然后关键是主裁判这个手势一下子他们也没想到也没吹，对吧？嗯，直接就是有力。姚金胜，这是米浩伦。再来看一下，这米浩伦跟拉斐尔撞在了一起。进球有效，比赛继续。哎，这个球又失误了，嗯，阿兰，阿兰单挑啊，还好三名防守队员都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位。对，但是现在比分变成2-1，这就是我们说的之前如果姚军胜那个机会没有被浪费，嗯，对吧，真的是3-0，那这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是的。所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哎，这个球还就属于五环卓尔的后福，嗯，再加上现在天海进攻端又少了雷纳迪尼奥这个点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像上半场一样，在进攻端打得这么风生水起了。是的，所以此消彼长，五环卓尔呢还刚好又在进攻端连换两将，拉斐尔跟长菲亚的登场带来的就是李铁发动进攻的信号。对，那所以这几个因素一结合，你就会显得好像现在武汉卓尔成为了在场面上更加积极的那一方。没错。还记得上半场比赛武汉卓尔是5次射门1次射正，现在是7次射门3次射正，证明下半场比赛卓尔的2次射门其实全都打中了门框范围。对，越位边裁举旗了。这个镜头很明显啊，的确是越位。李铁，身后教练席上有郑斌，有庞利，嗯，这都是曾经甲 A 时代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对。对，还是要在中前场加强这个前场的这个夹抢啊。是，看看后点杨旭这边，不能说是任由武汉这边的自由的去传导啊，这还是要跟上半场一样，你过了半场我就抢你，对吧？对，这个还是得执行。张成今天盯埃弗拉是费劲啊，对，费点劲。因为埃弗拉在身体条件上是要好处太多。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球迷，本场的第70分钟，苏宁超市将为大家送上一波红包雨，请大家关注 PP 体育 APP。看起来任意球质量一般。杨旭受球，是韩伯格出黄牌，韩鹏飞再来看一下
这怎么说呢，其实你说他故意吧，我感觉也是有点勉强啊。头球这个点不错啊，廖立生还是选择简单的这种啊，但是这种打法效果不好。其实卓尔进完球之后，博洛你发现没，他又不会踢了啊。天海这边攻上来，右侧的传中球质量一般，远端看一下阿兰赶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得到，米浩伦外围，张小斌跟杨旭再想和姚军胜来做配合，哎，这下踢得有点急，这是干嘛呢？张小斌这完全可以拿下来，对吧？对，传起来，米浩伦先把球给拦了下来。这下拦截应该是伤到了自己的背部啊。是。韩鹏飞，很奋力的一个拦截啊。嗯。哎呦，这一下。后背啊，应该是岔气儿的啊。是，李铁，就李铁是感觉还是在说刚才那样不挺好，对吧？对，你这怎么就又不踢了呢？怎么？其实就是在换上拉斐尔以及长菲亚的这前五分钟里面。武汉主要是踢得很有气势的啊，进完球之后包括长飞啊也不见了，对吧？嗯，也基本上咱们也在镜头中很难能看见他。对，埃弗拉你说吧，这个时间点你让他缓缓也正常，对吧？这一下杨旭很聪明啊，是余光一扫，韩鹏飞上来了，我就不跳了，对吧？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余光一扫，我不跳了，你来吧。对，这杨旭够累的啊，这一场得跳多少个球啊？是，能者多劳。是。看起来再蹭，嗯，哎，这个传球啊，穆斌，这球有点不负责任啊。
姚军胜刚刚抢下来，你看姚军胜这个球的点啊，他真是，这也不像是青年才俊啊，这应该表现的啊。只能理解为说从国奥队回来身体状况还不是最好，也是处在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当中。郑达伦拼命的去救这球啊，那肯定心里在嘀咕呢，这球给谁呢，是不是？站起来，你看啊，这是廖律师，自己没穿好再来啊，自己再来解决，是态度是不错的啊。大家看一下，穆比尔俩人不要让，对，不要让啊！这有点乱啊，是两个队都有点乱。节奏现在并不快啊，对，就是看谁有错误，谁抓住谁的错误啊，抓住机会。这会儿节奏有点下来了啊。明天，刘云，拉斐尔，埃弗拉，这打得有点过细了啊。打着打着就快打回自己半场去了，但是看看反击，哎，姚军胜，姚军胜今天的发挥真的不好啊，漂亮，抢得很干净，看能不能到阿兰脚下，是，前场二打五，杨旭再等一等队友，再给阿兰，后边上来了，左边。又是来了传中，后点还有机会，跟进，嗨，郑达伦这脚踢的有失水准呐，完之后自己倒地了，感觉两队的体能好像都有点问题啊。对，你看七十分钟左右，基本上两个队已经体能下降很厉害啊。尤其天海这边，尤其天海这边，因为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现在防守端的压迫力度，对，上抢力度是不如之前了。是的，这个跟体能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太高了，哎呦喂，董春雨这一下呀，张振林这样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是，而董春雨没什么问题啊，对，怎么就没接住呢，还得拖出去，他是不是以为要进线了，这是不是感觉啊，是，所以这下啊，毫无疑问是董春雨的失误，角球，廖立生来发，
点不球。哎呦，东村，那反过来又立功了。对，算是将功补过啊。这个角球是他的失误造成的，那赶紧就自己也把这个球给拿下来。哎呦，杨旭是短了那么一点儿啊。球再分右侧，明天埃弗拉，再给明天，横传到中间，还是被天海的防守球员给破坏了。张旭，张成林。要犯规了。埃弗拉的个人能力还是出色的。对、啊、一般的中国的这个防守球员一般还是挺难防他的啊。而且埃弗拉身体又特别好，对抗能力有，然后速度又快。看起来点还可以啊，不必要。但这下呢，还是再往回顶回够的这个啊。哎呦，这边张晨林吗？好像是的。逛超市上苏宁易购 APP， 好物不贵，送货快，苏宁超市为你挑好的。张成林这右脚的这个脚踝处，脚踝上面一点点，这边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镜头又是对准了李伟峰，应该说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总体表现，我相信李伟峰还是可以比较满意的。对，态度，首先球员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可能因为这个比赛的节奏现在有些慢，所以我们刚才看得让这个可爱的小朋友还打了个哈欠，然后再跟身边的家人在撒娇。确实这段时间的比赛还是拖得比较这个，我们说乏味的啊。看一下前插的速度，投出了界外。再传，其实整个的这个在中前场天海这边的换人啊，
这个姚俊胜确实这个换人确实我们说那当然也是没办法啊、嗯、不过他这个确实上来起到的作用还是真的是太小了，可能李伟峰有他的考虑，但是实际上哪怕雷纳迪尼奥不能坚持、嗯、就现在反过来说王小龙或者孙可两个，对王小龙我觉得其实哎可以，王小龙或者孙可这其实跟雷纳迪尼奥也是对位的，对包括孙可嗯他攻可进啊，然后守的时候也可退，对吧，不一样。武汉卓尔这边还是从中路打的更多一些啊、嗯、总体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传接的嗯对吧，天海这边也是中路的进攻更多，因为找杨旭的高点，对张成今天是够累的啊，嗯，F 拉不好盯呀，嗯是哦，这个滑铲动作看得蛮危险的，克拉滕伯格出示黄牌警告了郑达伦，危险动作我感觉应该是、嗯、啊判得他。我们再来看一下，嗯这个离地了啊、嗯、离地了，而且铲的这个幅度挺大的，是质量不高，一般嗯两次了啊、嗯、这个位置都是高度上有所欠缺，传起来，方俊奇，把球控住啊，这个时候是让自己能够减少消耗的最好的方式、啊、对米浩伦转移，大范围的转移，哎杨旭跟进打门球进了，3-1，卓尔这个后防线的低级失误啊，这怎么能往回顶呢，是不是这杨旭哎真是聪明，你看、嗯、他是跟着这个球啊要到了那个高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同时启动了，那一会儿我们可能再来看这是谁顶，我刚刚还没看清楚，是通过慢镜头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球，大范围转移过来，埃弗拉你看杨旭已经启动了看到吗，嗯埃弗拉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可能觉得埃弗拉要这球顶给刘毅，对你不要吗这球，对吧，埃弗拉想顶给刘毅，这球刘毅这个转身啊，那基本上就嗯没什么机会了、嗯、是就埃弗拉想顶给刘毅，但顶的这个线路呢可能稍微斜了一些，刘毅呢一开始也没有跑过去接，然后就让杨旭去拿了这个机会，就感觉说从双方的比赛的兴奋程度上来讲，天海是更兴奋的，卓尔这边可能有些时候就是没有拿出这种120%啊这种力气去，就有些时候比赛可能就是哦赶不上那算了不赶了，嗯就差这一步就差这一步吧，有的时候就可能是就差的这一小步，哎结果就不一样了，对你看这穆比亚马上回头就看埃弗拉了、嗯、这怎么了你这是、嗯、对不对，是这真的是你说防不胜防、嗯、对这埃弗拉也没想到说刘毅干脆就站那儿没跑，对这刘毅没动过确实也是很难理解啊，嗯哎你看这
博洲，这就你讲心态，嗯，现在心态已经基本上对、啊。当然，对于武汉卓尔来说，他就输这场球也没什么，对吧？也没什么，你说是很要命的，是不是？嗯，但是对天海来说就不一样了，这个三分啊，对，那边应该是恒大还领先着，对吧？嗯，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这个三分出来以后啊，那这个整个球队的士气就不一样了啊。从整个的一个保级形势上来讲，北京人和应该说是没什么希望了。嗯，那接下来就是天海深圳二选一的事儿。对，而且这两支球队积分又那么接近。其实按照今年的中超这个感觉啊，其实天海就是真的是今年动荡整整一年啊，嗯，不然的话他的人员配置其实踢到这个份上是确实是不应该的啊。你就说杨旭、阿兰、雷纳迪尼奥，对，这谁差过了？ 对， 对，你中方的这些球员，你包括姚俊生、廖立生这些，其实都有过国青、国奥、国字号经历的，对吧？张成林、米浩伦，对，这都是嘛，是。就包括那现在是方靖奇守门，之前是张璐在守门的， 对吧？而且你想这个整个的，你说他的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外援和内援，包括再到他的技战术打法，其实都还应该是有这个有型的，对吧？对，也不是说很散的这种。嗯，对，之前就是因为球队太乱，对，李伟峰上来之后至少是把关系先理顺，对。李铁，你得知道这个其实确实这个丢球是挺无奈的啊。嗯，李伟峰从健力宝时期啊就一块开始并肩作战啊，健力宝、国家队、埃弗顿，就这两个人的战斗情谊其实是蛮深的啊。对，所以李伟峰的这第一场执教碰到李铁，我觉得这还真的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是运气也不错啊。对，唯一天海今天我们说可以说他有点稍微小瑕疵的，可能就是姚军胜这个啊，这个后上场这个状态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对，哎，张小兵这一下这脚下还是稍微粗了一点啊，这杨旭给他把这球摆那儿端那儿了啊，这球还能传输。场边应该天海这边要换人了，我看到二号吴伟要登场。嗯，能看到李伟峰还是蛮谨慎的，就是说换完姚军胜之后啊，就一直要到我们看86分钟左右再开始换，拖一拖时间，而且吴伟也是一个防守型球员，嗯，也拖一拖时间再稳固一下后防，因为这三分对于李伟峰、对于天津天海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是的，所以谨小慎微一些并没有错。张成林这个脚下啊，还是呦，这个还真不容易啊。可以啊，张成林毕竟当年是踢边后卫的。对，哎，埃弗拉，张成，张成林这一趟得消耗挺多的啊。嗯，带这个精神在啊。对，看一下这个角球李航来罚，都被破坏掉。
吴伟登场，换下廖立生。今天确实在整个中场的防守啊，确实做得很好啊。嗯，拉滕伯格示意廖立生，你快点儿。对。传起来，头球！哦，这个球其实古比亚顶的还是蛮好的。是的。我方敬奇的站位也很棒。嗯。方敬奇，93国青的主力门将，也是怎么说呢？哎呦，杨旭，抽着了啊，是不容易啊，撑不住了，是不容易。啊，刚刚说到方敬奇，我觉得这也是俱乐部生涯的运气不好。就之前在恒大，那你说你前面又是曾诚，那会儿最初有李帅，哎，杨军，后面又曾诚啊什么，那方敬奇的确是没法熬出头。对，你到天海这边，前面之前有张路在，对对吧？张路如果不出那个事儿，不出酒驾这事儿，那从能力上，那张路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门将。没问题，对。所以方敬奇不是说他没能力，只是他前头大哥太多。确实啊，门将这个位置确实是，你说站住了也就可能就站住了啊。对。但是在我们说板凳上要等，这个可能一等就是可能就真是好几个赛季啊。对。而且有些时候不是说你能力不够好，只是可能你90分，人家91分，那怎么办呢？是，你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就今天这场的表现，其实方敬奇还是蛮好的，就包括刚才姆比亚这个头球，方敬奇的这个站位，对，很好。刚刚开场的时候，巴布蒂斯唐内脚打门，其实方敬奇哎站的也很好，没错。所以就能够看到方敬奇这底子不差的，是。伤停补时5分钟。这个补5分钟其实是有点多的啊。嗯。刚才看是不是孙可也在换衣服，感觉。但是杨旭这下又站起来了。对。站在场边的好像是孙可，对吧？应该是孙可。差不多到死球的时候就要换了。对。方敬奇把球得到，对，就像博州说的，方敬奇的这个位置，你别说啊，他还是比较站得不错啊。对，就这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位置感相当好的门将。这下的平快啊，也是很精准。要换了，嗯，杨旭，看一下是换杨旭还是怎样？杨旭应该是杨旭，摘袖标了。是，这场比赛杨旭的表现无愧于手臂上的队长袖标，是的，非常的拼，都知道他很疲劳，但是也能看到他的战斗的欲望。作为队长，捍卫了球队的这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啊！对。真顽强啊，嗯，真是顽强。这个这支球队现在感觉有我们说有那种劲儿了啊。是，李伟峰
喊了两个字加油啊、嗯！相信中场哨子的一声哨响，他应该也会如释重负啊。对。然后这场比赛其实哪怕输球，对于李铁来讲倒不是什么问题。对，是，因为武汉赛季目标是保级，而现在排在第六，对，对吧？不过从很多角度看得出，这支球队还是应该是比较务实的。对，从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啊，到李铁知道，也没有说是你说成绩一好，也没说什么啊，我们想要亚冠什么之类的，对吧？也没有，这确实也是做好自己啊。先在中超，咱们先能好好的先存活下去，对吧？因为说心里话，这个投入来说的话，卓尔这支球队也不是说是那种很大手笔的，对吧？所以说能拿到像博主说这第六的成绩，其实已经很好了啊，比他后面的投入大的多了去啊。对。但同样是升班马，深圳现在就在挣扎。深圳，你还真别说，真投入不少啊。但今天这场球这么一弄的话，其实深圳还是有点悬的啊。而且后面的比赛，深圳的对手会更强一些。深圳这轮打完这个恒大，最后一轮还要打一个上港。对。而天海的话，之后就没有说特别强的，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特别要命的比赛， 对吧？因为天海在后面，什么河南建业之类的，对吧？这个场面出现矛盾了啊！我们看张小斌和刘云，阿兰跟埃弗拉这也掐上了，没必要啊。咱们说了，两支球队其实天海这边可能这个三分来得更重要一点，但是呢武汉这边的队员没必要，对吧？对，你说这无谓的去再去拿牌。再来看一下，其实就是韩鹏飞倒地，然后这边长飞亚，但是长飞亚想去倒还可以啊。对，就动机呢是长飞亚想去护这个球，阿兰呢把球压住，然后可能在长飞亚去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肢体接触之后，双方情绪一下没绷住，赶紧把球解围掉。对于天海来讲，这场拿下卓尔，如果后一轮仁和在后面建业这俩都能拿下的话，对，那天海这个保级就更加的明朗。是。好，克拉滕伯格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连续五场比赛不胜之后，天海终于是赢下了一场联赛，而且这也是李伟峰执教的首秀。对，换帅换刀这个词用在本场比赛的天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这边也是恭喜天海，恭喜李伟峰。对。而阿兰还在为刚才的事儿在和克拉滕伯格解释，其实都过去了，球队都已经赢球了。对，啊，这一对好哥俩，这一幕相信是很多观众想要看。是。其实纵观一整场比赛啊，天海的胜利可能就是精神面貌层面啊有了明显改观之后，球员更加的拼搏之后
啊拿到了这场胜利。而武汉卓尔呢，不是说他们不拼，只是说这个拼搏的程度，你和天海相比，只要有一些差距的话，那么会在场面上投射的很明显。对，确实呢，整个下半场，你说从技战术这一层面，可能我们说天海这边啊，其实这个雷纳尔迪尼奥的这个下场，其实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但是呢，好在刚才博主说这精气神在，所以说这股拼劲在，所以说呢，还好是守住了，不但守住了，而且还能够又取得了一粒进球。对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埃弗拉的一个送了个大礼。是，不过呢，其实呢，武汉卓尔这边相对而言，下半场在进球之前的那段时间踢得不错，对吧？而且李铁指导也是在场边，就是2-1的时候也在说，你们得继续啊，对吧？但是呢，队员呢，可能就像博卓刚才讲，我们也一直在聊这个，我们说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可能并没有达到这个我们说像天海这样的一个高度。是，所以这可能就是最终导致了双方比分差距的这么一个原因，就包括像武汉卓尔的这第三个丢球。埃弗拉回防回来，他顶给刘毅，但埃弗拉可能顶的的确角度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刘毅如果多跑两步不是够不到的，刘毅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动啊等等，这就是可能双方在战役方面略微不同导致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也请收看由苏宁小彪洗衣机为大家带来的全场。好，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整场的比赛。还是说到上半场刚开场，对吧？其实呢，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是天海这边还是高的，对吧？对，但是呢，这次的失误其实巴布迪斯当可以我们说拿到一个客场第一个进球的，但是这脚打得太正了。但是也看得出，就像博特赛中一直在聊的这个方劲奇，其实属于这个战备比较好的门将啊，对，还是不错的。然后这就是雷纳迪尼奥先靠个人能力摆脱防守球员，再给阿兰，阿兰再做摆脱。对，就是他们的个人能力在本场比赛当中都有所发挥了。对，而之前的比赛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么去发挥。是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就不是说他们没这个能力，而是之前愿不愿意去发挥的。是，没错。而且还有就是教练员要没要求，对吧？这个进球其实上半场已经我们在聊了，就是位置的一个三后卫的一个我们说盯人啊，光看球不看人了，对吧？对，这个刘毅收进去盯杨旭。但是姆比亚呢又没有后退一步去补刘毅的那个位置，这个球只能说是雷纳尔迪尼奥罚得太好，对，是吧？这个当然算在这个张成林头上，这个也得感谢他啊。这个弧度啊和这个落点特别刁钻，好处。那前面不管埃弗拉也好，姆比亚也好，还都没够到，都碰不到。然后这是下半场比赛，对，这应该就是姚军胜的那个空门，不可思议的错失机会。刚刚上场，这个你看刘峰指导也是很无奈啊，这真的是打不进比打进难啊。就郑达伦给阿兰做的那一下太完美了。对，这边其实呢这边有一个争议，但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前面这一段，是，哎，完全把这个埃弗拉给忘了，没错。但其实这个球还是要说一下方劲奇，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所有，而且一般来讲门将的扑救他不可能往正面扑，一般都是往侧面打。对，你这侧面刚好有个人在那儿，那不巧，而且这没办法，就这球能扑住已经不错了。是的，而且这个咱们说了，张晨这场比赛确实很累，但是呢，对，这下还是没盯住啊。对，这个球其实，哎，怎么说呢，这个感觉到应该是门将他自己感觉是不是要进这个我们说门线了，他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往外挡的这样一个。那这个球来了埃弗拉，对吧？这一下其实真的是就像博主说，就不能动两步。刘毅这球啊，哈哈，这也没到你说腰完全转不过来的那个地步，对吧？对，那从刚才的数据统计以及这个集锦画面的回放，我们都能够看到天海这边他们从高位逼抢开始不断的去冲击，的确是取得了更加好的一个效果。而武汉卓尔这边可能就是战役不够啊，战役不够。确实，而且呢咱们说了，这种比赛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关键球员的我们说这个能力的体现。对，其实杨旭我们今天也看到，确实呢从国家队回来之后很累，对吧？但是还真的是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没错，那刚才既然亮哥也说到了关键球员，我们就来收看由 TCL 8K QLED TV 为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那么亮哥，你觉得本场的最佳球员应该是谁？我觉得应该是杨旭吧。感觉啊，
其实我是觉得天海的几名进攻手啊，应该说总体来讲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也来看一下最终这个最佳球员我们是颁给了谁。这个镜头是对准了阿兰。是，那其实阿兰这场比赛表现的确也是非常的出彩啊。对，他今天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他也被激活了啊。对，就冲他进完第一个球之后赶紧跑过来和这个刘有峰知道这个我们说拥抱在一起，这也看得出他也是想要跟球队一块儿啊。就阿兰呢，这场比赛是在竞技层面比较出彩，是。而那亮哥，你刚才说的杨旭，我觉得是精神力方面，对，精神力方面更加的出色。因为杨旭，我们反复在强调，他从国家队回来之后是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没错。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觉到是杨旭是有意识的要把自己的最后一丝能量都全都榨干的那种感觉。是的。而阿兰的确是将自己出色的个人的能力啊，本身的硬实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完美的去体现出来了。所以说看到阿兰这样的表现，再结合之前这个著名记者白国华老师说的，说已经拿到护照了啊，明年可以代表国足出战了，对吧？的确，这场比赛其实天海所表现出的比赛内容是相当的出色的。那么之后几轮的对手，那包括像北京人和也不是很强，河南建业也不是很强，再后面是大连一方和江苏苏宁易购，的确啊算是实力不错的球队，但的确也还没有强到说像恒大这个级别，对吧？所以说对于天海来讲，如果之后的比赛每一场都牢牢抓住的话，那保级的还是很有希望的。而对于武汉卓尔来讲，既然这个赛季已经取得了第六名，那么之后其实心态是可以更加放松一些的。对，确实呢，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天海来说的话，肯定是从心态方面，包括从全队的士气来说，肯定是跟上了一层楼了。没错。所以说希望呢，接下来的比赛呢，也是看看啊，深圳，不管是深圳也好，包括天海这边，都是能够有一些很精彩的表现。没错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一场天海对阵武汉卓尔的赛事直播。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亮哥送出了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